比分是25-14啊，上半場領先11分是白色球隊。今次是派了5個正選入場啊，諗住係將個分數想再拋離。好，又係呢個頭先中場訪問嘅球星啊，8號啊，炒粉小情況啊，8-7/7/28。打翻佢，冇 steal 到啊！14/8/8三分入，又系呢位小前锋啊，黄文泽啊，三分啊！佢哋越嚟越上手啦，睇下竟然信心十足啊！特别系球队好重视佢啊，带佢上阵系撑场。62，系啊，一个全球失误，表现好出色啊！呢个。好，24秒。七号睇咗，廿号可以慢慢入去。哇，争啲玩嘢啊！呢个28号。25号自己入埋去。做一个呢个 Jason William 嘅特，呢个全息传波嘅特技啊！入边廿八号。12/7，8秒進攻，11次嘅炒，唔中分啊！有啊，呢個27，有一七，雖然個場邊又換咗，但係佢都仍然都係捉咗呢個快攻人軍嘅，可以攞27。鄧少忠啊，呢個速度真係幾快啊！上下半場都做咗一個人軍。好係佢側邊嚟嘅一個方向，我打咗條天線先。好，11樓，92/7，92/7。呢邊好似冇乜方法攞分喎啊！藍紅車要諗下計仔啦。八秒進攻，優勢係11號啊！呢個籃底可以爆多啲啊！62/81，又係小前鋒啊！唔係，呢個係呢個側邊仔。呢球可以腰收啊，其實可以腰收啊，不過球證唔吹腰收。呢球可以吹腰收啊，如果呢個球證。咩係腰收？見到個圖，見到個動作啊，撳咗兩拍。你應該見到。紅色62/38。撳咗兩拍。13號啊！呢、這個接近 free con one 嘅犯規啊，暴力犯規。第一球笠曬，不過球證又冇吹啊，冇將個犯規升級啊，吹過好多犯規啫。停波咧太誇張啊！頭先嗰個動作。13，七號一個靚 steal 啊！又係七號啊！自己加速算啦。哦。又13號，其實呢啲又係13號，又呢啲又係。兩球都係要接近腰包嘅嚟，紅色攤咯。嗱，兩球都可以腰啊！呢啲球，因為佢都係直情係攞人唔係攞波。紅色13號三發，一嘢掉啦！攞波就會用隻手去攞波咯，但係攞人係咁樣。一嘢掉啦！兩球都接近呢個。呢個圍體嘅犯規啊，不過球證都冇吹啊。今日球證真係好似好呢個仁慈啊。3分8。不過七號都笑口啊，冇俾人哋呢個擊親。28號頭先有個不同啊，紅色。側邊仔鄧少忠啊，上發球線喎！佢今日啲快攻係全隊最表現最好嘅喎，入曬就仲要係呢個暫時命中率100，同對方同步加速都贏對方喎，好厲害！炒波，好想而知佢速度幾快。分差已經去到21分嘅話，呢段時間越開就越
跌拉係遠啊呢個。四號，點解會白色派翻呢個四號咧？係咪路小神同翻嚟咧？即係俾翻你多啲經驗。十一又係新位啊！十一次。好靚啊！啲幅啊，我相信阿豪喺下低都應該頂唔住。十一號啲幅嗰只好靚。8秒，88-7，七號字不用自己找，內熱籃板，內熱邊度？嗰個得防，呢個連呢個索條嚟嚇，牆邊球證都見到曬啊！呢個。double 嘅違例啊，冇乜得分啊，十九，冇乜得分啊，28-14，14-28，8秒，14-28，我三分慘，14啊籃板啊，14-4，4號三分慘啊，又係14號籃板啦。好就派翻呢個迷路小神童入嚟啊！佢係四號三分喎，隊友好歡呼喎。紅色對罰四次。到底今場四號可唔可以入波咧？邊度好靚好深啊！四號球員呢位迷路小神童係呢個叫仲迷緊。黃明軒啊，係袁明軒。袁明軒啊，入得齊。傳俾佢啦，好快又傳走啦，佢好快啦。三號籃板，14-28，三秒進攻，15-14。紅色啲犯規都幾呢個外眼喎，其實啊，幾球都唔好。好球咧，對人幾多？唔係呢球正路啲，呢球。都嚟到冇受得過分大力噶，九分，11號籃板，內二，11號，唔係當落唔實當落二先啦，白色回人，喂一。按住幾點安排？好啦，換翻呢個2號啊，同埋21號啊。21號頭先俾人，肯定係第二節嘅主要心理後影。今次21號會唔會俾人偷波咧？喂，直接係唔係偷波啊？21號 steal， 一上場嚟啫嘛。哇！翻入埋啊！記佢啦，金球啦呢個。8-7，左手要望埋呢邊。62-1，11-2，15號籃板，25-4，21-25，犯規三，23號犯規。唔俾位佢落啊！一定要留一步嘅落地空間俾對方啊！哦、即係想咬柴。係啊，呢啲防止涉腳，防止涉腳啊！所以球證留意啊，射波跳出去一定要一步空間俾落地。除非你已經係企地冇喐到，佢先跳咁，佢唔使理佢。但係如果佢跳咗，你先行前一定留翻一步空間俾佢。今日嘅球例分享佢到此為止啊！我哋第三球啦，41-16啊！睇嚟個分差冇乜點樣拉到啊，都係仲睇下已經係好早已經目平呢個勝局，因為戰報員可以好快寫啦，開始計啦，睇你十一。
1分。開始係。60-10。又係21字幾？11-11。有少少嗨到手啊！大概2-10。3分。三分。好，支持唔該企位啦。好，最後兩分鐘要